拍照，宝宝哭怎么办？并不是只有新生儿才能睡着了拍。今天西西要给这个有点闹的宝宝拍睡着的白日照。没事没事，别动你不动啊，睡觉。妈妈知道要睡觉了。小孩这么小，他也这两个需求，哭起来就是累了或者是饿了，就满足你嘛。妈妈，哎，我爱你呀。我想你奔赴未来。